女怀孕，男友也害喜，离癌啦。另一半怀孕时，男人的焦虑可能不比他少，有人甚至因为忧虑出现类似害喜的症状，通常小孩出生后就会痊愈。这名英国老兄也出现类似镜头，和怀孕的女友一样贪吃嗜睡，还会呕吐。女友分娩一周前腰部出现剧痛，去医院检查才发现罹患睾丸癌，已经潜伏5年，睾丸、鼠蹊和背部都有肿瘤，才造成腰痛。为了避免感染，还不能亲自照顾女儿，在女儿会走路后就举行婚礼的计划也延后。目前她已经停止工作，进行手术和化疗，积极抗癌。东新闻爸爸加油报道。